아 맛있어 맛있어 운동하면 돼 소화시키고 또 먹으러 가 하나 둘 하나 둘 잔인한 사람 아니야 맛있어 맛있어 我是巴尼，今天要和妈妈一起去韩国传统市场。我们今天要去的市场是首尔最大规模，也是最早的传统市场。最近很多人来韩国旅行，说食物种类真的太多了。最近真的很多人来韩国旅游，而且这个市场是韩国必去的市场。我担心我这样丑丑去的话，在市场见到粉丝们会吓到。所以我要打扮漂亮一点去吧。这是我从之前就很喜欢的潘乃金靴潮气垫，这个气垫在韩国卖的缺货，所以总是买不到。其实我的皮肤没有比你们想象的好，但是都是用这个气垫的秘诀。其实我的皮肤是敏感性，所以很多痘痘，还有红痘都有，但是擦了之后，这边是擦之后。 你们看，差很多吧？这个气垫颜色很自然，不会死板，而且瓷砖里也非常好。最近为此里有多好，我们等一下再看吧。那我打扮也好啦，非常简单吧，1分钟就好。那我们赶快去市场吃美食吧。大家好，这里是广场市场。今天我们要告诉你们，可能台湾人不知道的，只是韩国人知道的那些韩国美食店。大家好，看吧，这个影片以后，你们会知道要吃什么。大家好，我现在来到这里，这里叫찹쌀과메기，然后哇，超多人。我看这个排队，然后哦，排队还好吧，然后我有看到哇，后边也有排队。我觉得这就是在广场市场最多人的地方吧。 但是这家是，我看了排队都是日本人跟香港人，我觉得比我想象的还好，一般般。大家，这个是真的是只有韩国人知道的。大家来到这家的时候，大家一定找不到这里。 先找到这个卡姆苏茶，然后它在前面，这个阿妈的村里非常非常有名，这个只有韩国人知道的，其他外国人真的不知道。大家，这家真的排队只有韩国人，完全没有外国人，这个不像排队都是外国人的那种。 妈妈说这个她小时候开始卖的，所以很有历史的食物吧，所以妈妈很期待。哇，哇，엄청큰데，很大，很大。어때？ 옛날에 먹던 맛 다 똑같아. 옛날부터 있었어. 그래? 할아버지. 너무 맛있어. 쫄깃쫄깃하고. 이 안에 쌀이 들어있어서 정말 쫀득쫀득하고 고소하고 맛있어. 냄새 들어. 쫄깃쫄깃해? 응. 대만 사람들도 좋아할 것 같아. 냄새도 안 나. 오. 맛없는 건 냄새 나거든. 어. 근데 냄새 하나도 안 나. 그래? 응. 맛있어. 추천해? 추천해? 추천, 추천. 아까 꽈배기보다. 꽈배기 추천 안 해. 꽈배기는 대만 건 10개. 어. 现在我在排队，距离市场길어요。今天是在广场市场，一定要吃的叫붕어빵，其他店不行，一定要吃这一间的붕어빵，一人先买5个。哇，진짜 장난 아닌데요？ 와 대박 와와 진짜 맛있어요
里面有地瓜还有芝士，非常非常好吃，超推荐。인대떡집이진짜많은데요어디에서먹어야될지막잘모르시겠죠여기도있고여기도있고여기도있고뭘저리에요저리에요好多好多所以你们不知道在哪里吃我告诉你们在哪里吃只有韩国人知道的最好吃的빈대떡我告诉你们这就是最好吃的여기에서다만들어서다른곳에다가다보내기도하고그런다고해요또지울러또지울러빈대떡종이말러빈대떡바삭바삭맛있겠다그치바삭바삭와리멘요차고음식맛있겠다엄마한번찍잖아이거빈대떡진짜很脆然后很好吃很好吃里面有豆芽菜所以很脆脆的非常好吃我告诉你们你们要记住61号可能外国人去其他家但是这里也是韩国人知道的所以你们要来这里吃빈대떡바우스로운동하면돼소화시키고또먹으러가하나둘하나둘와엄마한옥카페진짜이쁘다너무이쁘다빨리와大家，我早上唱完这个7点出来的，现在过了差不多4-5个小时吧，而且视察很急又闷热，但是我的皮肤状态还是很完美，整个妆都没有浮粉或掉妆，大家看一下看一下，真的没有掉，没有掉。超生气超生气而且马上就到夏天了嘛台湾的夏天对于我来说其实超可怕的这个完全是必需品必需品我不管在台湾还是韩国都带这颗7点出门妈妈也超爱用给你们看一下妈妈没有这个7点就不能出门팬들이엄마가예쁘다고하던데엄마가예쁜비결이뭡니까허니쿠션추천합니까네추천드려요허니쿠션바르면엄마처럼예뻐질수있습니까아예뻐져정말예뻐항주허니쿠션추천한번주50살이40살로보이는마마얼른먹으러가자이제소화다됐어빨리가아배고파우슬러고고大家我们来到这里这里是 UK 我这里然后我们点了这个 UK 비빔밥在韩国一定要吃这个哇대박인데불쌍한산낙지잔인한사람大家我要去吃酸辣鸡哦妈妈妈妈吃得好厉害但是我没有吃过耶啊红衣裳好吃吗来的嗯红衣裳子它在动它在动真的蛮幸福哟好吃好吃大家就知道的 UK 비빔밥真的真的超级超级有名이비주얼진짜장난아닙니다와와이 UK 진짜맛있어요这个肉片真的很新鲜牛肉汤啊还有泡菜都是免费提供的所以很好如果你们不喜欢这个给你的话先跟老板说你们不要放这个给你的这家以前在广场市场很小店开始然后现在在广场市场有3家店所以生意很好吧我真的非常推荐这家
짜자자오 강간의 떡볶이 맛있겠다. 맛있어 엄마? 응. 매워? 안 매워? 응. 튀김 먹어봐. 이렇게 튀겨갖고. 맛있어? 응. 떡볶이 안 매워? 응. 맛있어. 年糕真的不辣，甜甜小辣，嗯，我觉得刚好适合台湾人的口味。然后我叫了这个，这个是韩国人很喜欢吃的，叫Kimbap。我吃辣炒年糕的时候，一定要叫的这个。这里的年糕是非常酥的。 很好吃，绕对键。大家在广场市场很多很多紫菜拌饭，但是最多是这种的紫菜拌饭。一般你们看的是这种的紫菜拌饭，对吧？但是广场市场的紫菜拌饭有一点特别，就是这一种的。这个紫菜拌饭呢，吃的方法比较特别，这个叫乔家寿司哦。配这个酱料一起吃的话非常非常好吃，但我要试吃哦。 哇，这个味道，嗯，啊，有巧克力的味道，跟这个紫菜非常配合，哦，很好吃，发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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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我们现在太饱了，太饱了，我要赶快回家吧，回家吧，啊，妈妈，妈妈买了很多东西，啊，我很累。 근데 이렇게 하면 안 되지. 다음 달에 대만도 가야 되는데 피부 관리 좀 해야지. 아우 피곤해도 피부 관리 해야지. 아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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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아우. 妈妈下个月又要去台湾旅行了，所以她最近非常注重皮肤管理。 今天本来只想介绍七点，但是那是帕奈斯保养品专门品牌，我用了之后真的超级超级喜欢，所以想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最近真的很多人妈妈怎么管理皮肤，其实是我们用了这个 帕奈斯的产品，已经用了很久了。 所以妈妈的皮肤才是这么好。这款是这次帕奈新出的积雪草化妆水，比一般化妆水的质地更浓稠，耐保湿效果会比一般水状化妆水来得更高。而且大家也知道吧，我本身是超级敏感肌，但是里面含有帕奈专利成分，所以可以帮助我改善泛红跟粉刺的问题。 擦完这个之后，肤况真的稳定了很多，皮肤感觉真的足够了。然后涂抹这个紫外精华，这个精华真的超级厉害，给你们看一下。光从精华的颜色看得出来浓度有多高吧？这个比一般的精华液更浓稠，但是你们看吸收的很快，很厉害，对吧？涂了之后发现很好抹开，快速助浓，效率肌肤。 擦完的隔天脸还是超级雪润，真的有种敷了面膜睡觉的感觉。这次我介绍的积雪草系列产品全都是敏感肌打造，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用了之后会长痘痘或是引起泛红问题，任何肌肤都可以按时使用。 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另外，超棒的消息，我这次帮粉丝们争取到了超棒的优惠，相关购买资讯请参考以下资讯栏啊。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请帮我们按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啊。那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